介词专项练习，首先给大家个小口诀：一年印月印季节，上下五晚还用印，按周按日按休饰按加具体某一天 at 后加时间点，午夜离婚 at 甜。看第一小题， Tom 来到中国在2020年，那么这是一个年，一年，所以我们选 A， Tom comes to China in 2020。 第二，它是非常热的，在夏天，这是一个季节，一年一月印季节，所以选 A， It is very hot in summer。 三，我们有四节课在早上，这是一个在上午。好，一年一月印季节，上下五晚还用印，所以选 A， We have 4 lessons in the morning。 四，我们有一节体育课在周一，那么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周一，按周按日按休饰，所以呢我们这里要用 on 来表示在，选 B， They have a PE lesson on Monday。 你学会了吗？关注石老师一起学英语。